啊、哦，没白等这两天啊！说那话，我没让你白等呢。嗯，小花，你怎么能这样长得像我呢？嗯，怎么像你？不像啊！你问我三哥像不像你？这不纯属猪八戒吗？你不是大哥哥，他不是弟弟吗？你咋不说是你兄弟呢？还长得像我？你跟你一样，废话。太大了，这玩意儿咋是挺费劲这玩意儿。三哥，我这玩意儿啊，特地搁老远地方整出来的。就得交给你手机了。这小玩意儿冻的，哎，湿的。三哥，这玩意儿冻的才新鲜呢。别管呐，烤了呗，直接。啥、哎、呀，哥？上房，上房，上床房里烤去。有这上房，上房里烤吧。开干。来吧，你看得帮我整啊，帮我整。来吧，重开吧。直接上房烤了，整十大板吧。来搭着。还得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可行啊！你这屋里闷都不拉的，这好听不说，你不得劲儿啊！这打个腰子，哎呦，这腰这么大点儿啊！加油，又烤它呀！整个这儿还去掉，就开水给它烫烫。这死都不怕开水烫没烫啊？你不自个儿说你自个儿吗？啥玩意儿？这可是你兄弟的，给它腌一下子，来点五香粉，盐。十三香，白糖。这时候干啥呢？不愿意吃白糖，还是搓个澡。按摩了呗，给他。拿大把，没开把。自定的，以后来上。得多拧紧两个。咱们小妹，你咋寻思买这玩意儿呢？上回我爸给我邮那条卤猪，我们没吃够嘛，我寻思再整一个。真的，今儿咱能吃上吗？他还是我也得给王老万得吃了呀。放炉子来。就说这玩意儿还挺招人稀罕的啊。那好啊。小探长。来。喂。这玩意儿烧的不错呀。你看还冰够了，再来一盆的。先把这条卤猪。上炭火里边先烘一下吧。第三个打，烘完以后啊，咱给它包上点上锡纸，小提的勒上点。不是，小碗是给它包上，这玩意愿意糊吗？接着烤，放最底下一打，看着别整糊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自己料汁啊。烧出这小料汁儿，来点蜂蜜，白醋，来点食用小苏打，提取起沫，往下水了，来点水，你拔点抹料汁儿啊，好嘞。变成色了吧？再刷成料汁儿，刷呀！刷蜂蜜，小料汁儿撒进去，往上直刷。让它受下的均匀，我们一定要加速点转。转个人呢？来吧，哎！咱说，你说这嘎、你刚才火整太大了，终于烤完了，走啊！能吃吗？进屋开吃。天都黑了，拿钳子了，得拿钳子，磕开了那个。来，八哥，你这肉给你，你吃大伙儿。什么样儿？还来笑笑劲儿呢？哎，给人家呢。哎呦，挺干啊！我家真干呀，小妹儿。他真造啊，林子！哎呦，
嗯。